好，谢文华，我们要来看最新一报的警报单。我们要告诉大家的就是呢，它其实现在距离台湾已经越来越近了。现在预期来说，以它的路径还有预估的速度来看，康瑞台风呢，它预计会是在今天大约下午两点的时候呢，就会从台东这个方向来登陆。那其实最新资讯呢，就是康瑞台风啊，它原本近中心风速是每秒53公尺，但是就在这一报，它是有稍稍的减弱。但是它还是一个强台，它现在的近中心风速呢是每秒51公尺。那为什么会减弱呢？最主要就是因为昨天晚间呢，它的暴风圈接触到陆地之后，就稍稍的有点被台湾的地形给破坏。那预计呢，它还是会以强台的这样的强度呢来登陆到台湾。那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了，现在全台还有包含了澎湖、金门、马祖，通通都是列入了陆上警戒范围。那海上警戒范围呢，同样就是在台湾周遭海面，包含了巴士海峡。还有东沙岛的海面，这也都是在海上警戒范围当中。好，那我们从这样的路径来看的话呢，它预计会是在明天早上的时候呢，就会到马祖的近海，所以我们也是大约预计在明天早上10点的时候呢，就有机会台湾本岛呢就会脱离它的暴风圈了。好，那所以呢，在今天来说啊，台湾已经受到了康瑞台风非常强烈的袭击，目前的雨量排行又是如何，我们就要来关心了。其实目前来说呢，这个降雨都还是集中在东半部居多，来看到这个东半部红彤彤的一片。以今天来说的话，日雨量累计最多的地方就是在宜兰450毫米，另外就是在台中的和平山区301毫米，还有在新竹的尖石乡248，花莲的卓溪乡也是241，另外就是在台北的信义区231。这样子的雨量呢，其实可以说真的是非常的可观，尤其我们这个雨量累积是从今天的0点开始累积的，还不是从台风开始影响我们所累积的。虽然说提醒了，包含了像是在宜兰还有花莲都是可能会有超大豪雨、狂风豪雨的现象。尤其我们来看看风，今天不断的传出有侧站呢，要么就坏掉，要么就破纪录。我们来看到阵风排行，阵风排行我们要告诉大家有两个点哦。第一个包含了像是台东的兰屿，说台东兰屿的侧站呢已经被吹坏了，现在没有办法观测。台东的兰屿呢是已经有超过17级的强阵风，另外在台东的绿岛也有15级，而在花莲的合欢山呢，以人工侧站来讲的话呢，它是14级的强阵风。这个14级的强阵风也破了人工设站以来的记录，而花莲的还有合欢山呢，还有一个自动侧站，它的自动侧站的测得的强阵风呢，也是有15级强阵风的，同样也都是破纪录的。那么在台北的大屯山呢，也是有14级的强阵风，屏东的满洲也有13级的强阵风。好，所以要提醒了，我们现在受到它的影响呢，都还只是它的暴风圈还没有到它的近中心，也就是说呢，它的10级暴风圈的半径。所以它等它越靠近台湾的时候，这个风力是不容小觑的。那我们从雷达回波图就要告诉大家的是，它现在呢，整个暴风圈的水汽是不断的甩入到台湾。来，我们来看到它，这就是它的这个中心。好，那另外呢，现在整个时雨量最多的地方是在哪里呢？包含了像是在宜兰大同，可以说真的是大雨豪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现在时雨量是有突破124毫米。那另外就是在台中的和平山区，台中和平山区呢，现在时雨量是68毫米，还有花莲的寿丰乡现在也是有81毫米。所以现在这个雨呢，在东半部地区是不断的会持续下去，而且还要提醒到的，等它呢在登陆过后，不只是雨会加大，风也是会更加的明显。但是整个雨区的变化，因为西半部在下半天过后也会开始下雨，雨区变化我们要带您来关心到的，在今天上半天来说呢，整个降雨都还是会以东半部为主。来，八点到晚间八点的时候呢，会是东半部首当其冲。那么在西部地区来讲呢，西部地区当它呢大约是在今天下午两点的时候登陆之后，随着它在晚间准备要出海的时候，整个台湾的风场呢会转为大约是西南风。那西南风呢就会是比较暖湿的空气，那暖湿的空气一吹上来，再加上其实西半部在上半天的时候比较没有受到台风的影响，所以上半天的时候呢温度还是会偏高。所以一旦呢过来之后，除了会有台风的水汽之外，还有比较暖湿的空气，暖湿的空气再加上呢他们白天所残留下来的高温，所以他们就会有这个下起比较像是对流的这种降雨，所以不排除也还是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。那么另外在今天晚间的八点到明天早上的八点，可以看到这个西半部地区的雨呢也会更加的明显。那东半
南部是会稍稍的缓和，但是要提醒，虽然缓和下来了，可是呢，我们这几天呢、受到了东北季风的降雨，再加上康瑞台风的降雨，其实呢，这个雨都还是会持续累积，整个山区甚至是平地，整个呢保水量是相当的多，这土池是相当的脆弱。而在明天早上八点到晚间八点的时候呢，降雨就逐渐呢都是转为在西半部地区。那在明天的晚上八点到早上六，这个在星期六的早上来说呢，其实整个降雨就缓和下来了，之后我们就是受到东北风的影响。好，所以我们还是要持续大家了，提醒大家，其实康瑞台风呢在今天来说会是影响我们最为剧烈的时候，会一直到明天的上半天。三二，如果观众那你来关心到现在在台风的影响之下呢，在花莲玉里这边呢是下了连夜的大雨，那么到现在呢风雨仍然是越来越强的状况哦。我们现在来到了平顶部落，我们昨天带大家来看过的平顶部落，那么昨天呢是看到上方已经有发生崩塌的情形，那么昨天晚上呢这崩塌的状况又更加严重了，那么大量的土石呢是流向了上方那个部落道路之后呢再往下冲，冲到我们旁边这边的193县道上哦。当时呢这整片的193县道都是有大量的土石的，那么是由着工程人员在一早赶快的来清理。我们来听一段稍早的访问。因为现在的土石流吼，它的数量比较巨大，那我们原本戒备的积聚在上面，所以我们现在人员要在往后面再撤退50公尺左右，这样才能确保安全，顺便把现在已经土石流的路弄通，这样子，哎，啊，方便说待会把车辆跟积聚往后再撤退，因为规模比我们预估的大了，所以是要进行撤退的动作。从这个193线道要通往平顶部落的这一条道路呢，可以看到满地都还是泥泞哦，走起来走都会陷进去。那可以看到呢，前方呢是有大量的土石泥流，在这个今天的大雨不断狂下之下，有这样的黄土水这样从这个斜坡上面奔流而下哦。那么现在这个挖土机已经开上去，要来清开这个地方的道路哦。可以看到呢，现在平顶部落的状况啊，相当的凄惨。而不过呢，今天呢，气象署表示，在花莲山区的雨量预估是可以来到600到900，因此呢，整个花莲的山区都是要来注意安全，小心土石崩落的情形。那么，以上是我们在现场为您掌握的最新状况。我们现在带来看到，在花莲玉里赤柯山呢，风雨是相当的强劲，即便呢，台风中心现在还没有登陆哦，你可以透过画面看到呢，现场哦，树木不断的摇晃，而且可以从这个树枝摆动程度知道现在风势有多么的强烈，而且呢这个雨下下来风雨声音也是相当的大。那么今天根据气象署的预报呢，在花莲地区会有大雨或是豪雨发生，也可能会出现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发生哦。那么在沿岸呢也会出现长浪，所以要提醒大家在海上工作呢要严加戒备。那么康瑞的暴风圈呢是已经进入了宜花东等地哦，也对这些地方构成了威胁，所以要提醒大家做好防台准备哦。那么也因为山区的雨势特别大，所以呢若非必要，请大家避免前往山区活动，注意自身的安全。好，这位观众，受到台风的影响呢，台东地区风雨一阵又一阵的，那么风的感觉上是相当的明显。你看到居然我旁边这边是一处工地，它的铁皮围墙呢是整个把它给吹倒了，而你看到其实呢它是有跟地面做一个勾结的，但没有想到呢这个风实在太够强劲了，所以整个把它给吹翻了。现在呢整面都已经倒下来，那么前面看起来还是摇摇欲坠的，就担心它整面呢等一下会整个吹起来，会危害到用路人的安全。而其实你看到它整面倒下来以后呢，看起来像是相关单位现在呢要来善后了，因为其实把民众的机车给吹倒了。你看到它这样就是整个吹倒下来，现在连旁边的三角锥呢也都压到了。这一次的风就是这么强劲，现在相关单位已经要来现场了，应该是要来做一些善后的工作，把它给再加强补偿。所以也提醒哦，如果是有工地的话，相关单位应该全台都要来留意这个保护防范，因为这会危及到周边的住户或者是用路人安全。而你看到这个风有多强劲，人会站不稳，而且这个木头柜子它的门呢也直接应声被吹断了。风一直非常的强劲，我们再看到呢街上的状况基本上是没有太多用路人行经的，因为这个风呢实在是会让你走很难走，骑车也很难骑。那么因为刚刚我们在这边待了一阵子，发现对面呢有
机车停在那边，但是没有车主来，所以研判他的车就是被封，这个整个掀开了他的后车厢，可能里面都已经全部都挤满水了。所以提醒说，如果是你有把车停在外头的话，留意一下可能会出现类似的状况，特别注意安全。康瑞台风逼近台湾，兰屿和绿岛首当其冲。其中兰屿的风雨强劲，已经测得17级的阵风。由于风雨相当大，民众根本不敢出门，只能喊救命，躲在家中。而兰屿的开元港也因为强劲的风雨，一片雾茫茫，风雨不规则的乱窜，感觉随时都会将外头的树木连根拔起。另外，在绿岛渔民冒险拍摄风雨来袭的画面，阵风呼啸的声音透过画面也能感受到，风雨大到非常吓人。随着康瑞逐步逼近台湾周边的海域，风浪增强，沿海风力也明显提升，气象署提醒居民注意防范，切勿外出。中央新闻综合报道。